难得我这种百年不化妆的人，今天急急忙忙的花5分钟时间化了一个淡妆，因为现在马上要出去跟朋友喝酒。待会儿见。现在是要出门前，给大家看看我的 dress。我现在正在去酒吧的路上，然后大概还有10分钟就到了。现在呢，算是初春季节，所以不是太冷。还行吧，我给大家看看街景。这个商店应该是个家具店。现在因为已经7点多钟了，好多商店都已经关门了。这条马路呢叫 Onslow Gardens， 这是 South Kensington 一个很著名的一条马路，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就是这个小区的一个公共花园。然后呢，这条街道就是都是这种 historical 的这种建筑，就是这种历史建筑。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在伦敦的那个保护区里，然后这里过去就是那个海德公园，就是这里一直往下接着，但是我现在是要去 South Kensington 这个方向，就是这边。我现在已经到了这里了，但是我等的人还在出租车上堵车，他太笨了，他应该坐地铁，在伦敦怎么能坐出租车呢？我刚才看了一下他发给我的那个地点，因为他坐出租车现在是那个高峰时期嘛，是 peak time 嘛。那我估计本来比如说坐地铁站，坐地铁的话只要2站地，大概5分钟就能到，但是坐出租车堵车的话，我估计得20-30分钟他才能到了。我第一次到这个酒吧来，它是酒店里的一个酒吧，我一般约朋友的话不会约到这边来的，但是因为今天是朋友约的我约到这边来，所以就因为我老觉得在酒吧的那个在酒店里的酒吧就虽然这里蛮安静的，但是我还是喜欢那种闹哄哄的那种英伦当地的那种 local 吧。现在终于进来了。真的好漂亮啊，点的是一个那个寿司拼盘。现在我已经回家了，然后卸妆之前再拍。这个妆其实还可以啊，一个晚上都没有怎么掉。大家晚安啦，拜拜。